拜拜。没吃午餐了，拜拜。OK， 海带芽，海带芽先放到焖烧罐里面。OK， 好。然后这边我们准备一点点，因为大家都很爱健康，力量很爱健康，我们准备一点小白笋，把它切丁，然后把它放进来。但是我觉得你对待食物好温柔耶。因为我怕它掉出来。其实不用担心，因为它是宽口设计的。我们在操作的时候，能不能讲一下？其实还蛮好，对，还蛮好倒的哦。对，所以像它比较温柔，它就要这样小小的。然后我比较粗鲁，就直接倒进去。哇，所以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干嘛给我汤匙？给汤匙是因为我要塑造你的形象。而且我觉得刚刚有吐槽你的意味。没有。然后这一点点的虾米，那如果你不喜欢虾米的朋友，其实你可以用像比如说柴鱼片，或者是说一些小鱼干做取代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把所有材料丢进去，那我们来做第一次的一个预热动作。这边有我们的热水，这边有热水。好，你先帮我把它加到八分满，把这要再按一下。对，因为这个也是完全保热的一个热水壶。所以预热是跟前面的往后推一点，一起在锅子里面先预热。手不要太开，因为都在录食材，还有我们的焖烧罐一下。焖烧罐。对，好，我们可以盖上我们的。那你要不要比一下爱心？比一下爱心，然后两个一起合照，好不好？一起合照，一起合照，合照一下。然后看正中间。OK。看这边。好，左手边。中间再看一次。中间再看一次，好。中间下面。重点变爱心了。好好好，我可以回来吗？大家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。这个呢，我们要让它摇晃大概30秒到1分钟。嗯。问一下各位，这到底是为了干嘛？这时候要干嘛？你问一下他们要干嘛？这时候我们在做什么？对，还好你们没有失去理智。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我的时间是差不多了。有我们差不多了。没有，我知道。哦，你不知道。有。刚在干嘛？好开心。因为不同的人问，效果不一样。好开心哦！没有，因为我们年龄层有差。我们走在路上都是那种妈妈会认出来的，因为做的菜好，我们做预热的动作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个热水倒出来。好，这个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小心哦，你可以利用这个内盖做一下一个阻挡的动作，我们就可以完全把这样的一个热水倒出来。那其实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用这个食物罐做料理？就是现在很多。可能你们大概20年后都是上班族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拿这个杯子啊，你在家里呢，先把食物呢先放进去，然后到了公司你就可以来做享用。好，你做第二次就是做焖烧的动作了，也是一样，对，水加到八分满，水加到八分满，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稍微调一点点的味道，我们加一点盐巴就好了，把它稍微搅拌一下。好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焖烧的动作。来，我们让丽阳来锁好了。好，把它锁紧。好。我们请丽阳拿着这个来单拍照片，好不好？对。OK， 好。OK。那我们的潘老师帮我们准备下一道食材，在这个准备的时候，我们请丽阳来拍个照。来看左手边的照相机。你怎么刚刚有听到？好，来看正中间，来视线慢慢的移往正中间，中间上面，好，来看正中间下面，这边，好，视线慢慢的，来正中间再一次，中间上面再一次，好。来右手边，好，来再一张这边，老板，我们靠过来一点点，后面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再后面一点点，腰力要很好，可以吗？中间再一次，中间再一次，中间上面再一次。我觉得那个海带汤感觉差不多了，还没是不是？海带现在正在享受闪光灯的感觉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们这边有什么碗？碗很少。你看，其实看到这海带啊，完全都已经泡开了。哦，哎。那因为今天粉丝众多，所以我们料放比较多。好。大家等一下是要一人一口传下去，是不是？有人想要喝吗？有人想要喝吗？
他们就只有问说要不要喝啦，要不要吃啦，要不要拍照，他们就会回答。真的，他们是什么事，他们都没有问。不知道，没关系，而且不要不要，因为不同的人问效果不一样。再问一次，你们想要喝吗？你们想要喝？是不是？音响有没有烧掉？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。斜一点哈、哦。斜一点吗？小心一点点哦。那我拿这个好了，你拿这个好了。哦、那等一下再请亮来帮你单拍，料可以，就是汤匙弄一点点，斜一点点，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得到料。好，来，左手边，上面中间，好，视线移到上面中间 ，OK 吗？那右手边，来看一下右手边，好，来右手边。Yeah.